为礼拜二他礼拜二也没有场，好像现在礼拜三，我现在都没在打礼拜三。对啊，我现在平日大概都打礼拜二比较多。那有时候礼拜二还是有跟他练球，然后其他这一两个礼拜也都没有练。不是，他好像这礼拜场地好像有问题。对啊，所以他找不到，那我这样。有你吗？跟他吗？我是哦。那你都在预选练吗？还不一定。我六日的时候，礼拜天是吧？哦，是哦。那四月初。不便宜啊。不便宜啊。对啊。对，就是超，他都说四个左右嘛，对。五个哦。有时候五个，好像有时候。五点一七吗？真的吗？是哦。他就是不，他好像看人，他就有时候四个都不便宜，这样子。对啊，我觉得五个就有点过多，我觉得四个其实还 OK， 最多我觉得就差不多四个。你说上还蛮多糖的是吧？对不对？五个人吧，五千。对啊。扣掉场地费两个小时，我问过他，该排一千的，一场该三百。哦。然后550。哦。对啊，现在4500。那我最近好像有算过，他应该月收入有10万以上。对啊。顺利好像会，因为他很辛苦。对对，今天交应该会有十几万，应该是有。如果他六日，六日还算蛮长，那从早上就开始交了。如果他六日，他交四个地址，哦，一天就可以有18000，大概光六日嘛，对。光一天，一天16000。早上两点，下午两点。哦。哦，其实他应该是差不多有，然后下午然后晚上不接，是这样，差不多。这样子一天有两个，然后如果你看18000，然后在天500都不休息，哦，就是一个人的薪水，一个人的薪水。对啊，你看啊、哦，他是六日而已，对不对？对，六日而已。那你看一个礼拜有四个，然后都是六日哦，每一场都是六日。啊，这应该是有，对啊，你看，而且他平常一也有教，然后我知道二就不一定嘛，就像我现在就是他刚好找到，不然他礼拜二也有教，然后礼拜三也有教。对，他超，他最多就四嘛，然后突然就三，对吧？对啊，对啊。
生帮你按摩。有啊，这可能比较有效。对面那个女的先扶一下。把按下去，我起来就已经起来了。灵魂多窍，你那个如果要。